谢老板，您也来了？都下请柬了，敢不来吗？您拿了多少？我300，您呢？360啊，比我多60啊。要不我也拿300，我还省下60呢。您瞧我这身上，看见了吧？哎，没事没事啊。二哥，你别磨蹭了，宾客都已经到了，赶快把衣服换上。衣服多好看呀、啊！好看你穿啊。我成天都穿过。子龙啊，别闹了。军长都已经交代了，你今天晚上要是不跟那个新九小姐入洞房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我今天还告诉你。就算我死了，我都不会娶那个姓九的。什么呀，大哥，我见都没见过他，我怎么娶她？时代已经变了，大哥。大哥，我其实挺理解二哥的。二哥为什么不想娶姓九？因为二哥有心上人了，对吧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是他心上人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对，就是他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跟那个戏子还没断呢。什么戏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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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戏子怎么了？我劝你啊，穆子龙，你赶快断了这个念头，死了这条心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军长是不会同意的。我也告诉你，我跟初云已经是海誓山盟。他非我不嫁，我非他不娶。大四红，我在门口等了半天，这穆少爷怎么还没来？慌什么？天不还没黑呢吗？不会变卦了吧？不会，要变卦也轮不到他。怎么？听你的意思是你还想变卦？难说，喜欢我的贵公子又不是他一个。八岁红啊，你可听好了。追你的人很多，娶你的人有几个？你现在的情况你自己也知道，嗓子坏了不能唱戏了，这可是玉皇帝医院的杨医生说的。你不能唱戏，只能跑龙套。你不怕跑龙套，就接着摆你的谱，等你不红了，我看谁还追你。哎，大哥，我们还是不是结拜兄弟啊？我们当然是结拜兄弟啊，可我们更是军人，军人就得服从军令，结婚也服从军令啊！军长说的就是军令。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，啊，放不放我走？说，说呀，说！你说军令，我倒想起个正事，我给忘了。韩副局又来电报了。军长让我处理一下去呢。你看，我劝你二哥。哎，大哥你别走啊，大哥，为什么？啊，小弟。穆少爷的身份你比谁都清楚，穆军长的亲弟弟，有权有势还明媒正娶，这么好的机会你干嘛要放过呢？您拿他当傻瓜呀？这些个有钱人哪一个不精得像猴一样？玩玩可以，来真的，谁愿意做这赔本的买卖呀？啊，你跟他要10000块大洋赎一个戏子，他傻，他哥傻吗？这不是谈生意吗？从上往下谈也显得你有身价不是？我出10000，就算他拦腰斩还有5000呢。再说了，这穆少爷好哄，只要你把戏演足了，不愁他不上当。
兄弟，闺女，你快出来吧，快点吧。哎呀，人家现在外面迎亲的队伍敲锣打鼓，就等着您下楼去呢。你快点开门啊，求你了。爹疼你呀、啊。您不疼我，您砸。爹，从小把你养大，我含到嘴里我都怕化了。我要是不看好他的弟弟，再大的权势我喝出老命，为我闺女我也会拼的。包局长，新娘子不敢上轿。为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她就是不敢上轿。局长，要不我过去看一下。人家是大老板，嫁女儿呢，要个场面，排场。你进去跟参谋长说一声，我亲自去接。是。枪一弹，放弃了东三省，我们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人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请为安置东北流亡难民出一份力吧！拯救同胞，拯救同胞，驱逐日寇，驱逐日寇，拯救同胞，拯救同胞，驱逐日寇，驱逐日寇，拯救同胞，拯救同胞。让让让让让让！我没钱，没带钱，没带钱，真没带钱啊！哎，谢谢谢谢。驱逐日寇，驱逐日寇，拯救同胞，拯救同胞，驱逐日寇，拯救同胞，驱逐日寇，拯救同胞，驱逐日寇。快点，快！老爷，老爷，穆将军来了。穆将军来了。锁我也没有。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，恕罪，恕罪，兄弟。我说，怎么回事啊？花轿在门口等了半天了，这新娘子怎么还不上花轿啊？不是，是这个样。我这个小女儿啊，她从刚一出生，她娘就去世，所以我把她娇惯坏了。他呢，上的又是新学堂，受的新思想的教育，所以他说能不能暂缓几天？他跟您的令弟也不认识啊，认识认识啊，培养一下感情。老朽我呢，又是旧的婚姻观念，所以我说，是不是也这缓缓？这个夫妻他不能够捆绑，你看啊。说完了。啊，完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脸，
不是屁股。做人要将心比心，要讲道理。你说的新思想、新学堂、新女性都对，可我怎么知道啊？这不是你在从中作梗吗？不是，您刚刚才看见他，我从他房间里刚出来。哦，把你女儿从房间里叫出来，把你刚才说的花花道理当着我的面让他再讲一遍，说完我掉头就走。好极了，一言为定啊，我去叫。再找些人过来。是。穆将军答应咱们了，他说只要是你下楼当着面告诉他不同意这个婚事，他就带着全部人马全撤了啊！开开，快点，快！八岁红，穆少爷还没来，不会有什么变故吧？老板来了，穆公子来了。老板要。啊，这什么鬼东西，这么难闻，是给人喝的吗？哎呀，反正就是演戏，你又不真喝。也是啊。夫人，穆少爷，你总算来了。去，怎么了？病啊？这怎么病成这样？没事吧？哭了整整一天了，嗓子都哭哑了，让他吃药就是不愿意吃药。哎呀，该怪我哥，都是他，今天把我在房间里关了一天，非让我娶那个什么辛大小姐。我才不娶呢！我想尽了办法，我排除万难，我跑过来了。这不在路上还碰到大学生游行，你看，我把外套都给捐了，我才过来的。八岁红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穆少爷对你是一片真情呐。新娘子还等着呢，穆公子，你我二人从此恩断义绝，你赶紧走吧。干嘛让我走？我哪也不去。一天之前，咱们不是还山盟海誓了吗？怎么刚过一天你就忘了？我去，我这一天把什么都想了，也难怪穆将军不同意，咱俩呀太门不当户不对了。你是谁呀？你是穆将军的弟弟，有名的贵公子，我又是谁？不过是个戏子，怎么能配得上穆公子你呢？谢谢穆公子对初云的一片真情，有穆公子前天那番话，这辈子够了。
是快走吧。公子穆公子，一口一个穆公子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亚当，你跟穆将军说吧。您说话算数吗？刚才我听我爹说，只要把话跟您说清楚了，我就可以不用嫁给您弟弟。好，那我就当着您的面，当着我爹的面，当着大家的面，告诉您，我和您弟弟不可能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滚上！哎，干嘛呀你们？放开我！快点放开我！你怎么说？怎么说的？把嘴给他堵上！哎哎，跟我，你过来！你要是不是被人砸，我砸死你！你说话算话，我说话算话。刚才不跟你说过了？等你女儿把话说完，我掉头就走。不许这么说的你！初云，我谁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不许叫我穆公子，叫我子龙，叫我子龙。子龙，穆少爷，八岁红今天一口饭没吃。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，一直在这守着。也难怪啊，这孩子啊。别说了，老板。好了好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不管怎么样，身体要紧。来，把药喝了。吃了药有什么用啊？病是好了，可我这心已经死了。初云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这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新娘子给你带来了，赶紧起来拜堂成亲。二弟啊，千钧，
了？怎么了？醒醒啊，文昭！文昭，醒醒啊，你二哥呢？文昭，醒一醒，你二哥呢？文昭，文昭，你二哥呢？君子成人之美，你和八岁红，你心我爱，我是看在眼里，我怎能不成全啊？你不知道啊，八岁红啊。五岁进戏班子，八岁唱红，那是我戏班子里的台柱子啊。你若把他娶走，我这戏班子基本上要垮台了。成全归成全，我从小把他养这么大，这赎身费总要交的，这也是行内的规矩。规矩，咱不能破。多少？您说。哦。行，一百就一百，没问题。穆少爷，没喝多。你是想要我一千，少一万才免谈。一万？一万？一万？你是杀了我，我都拿不出来啊！李老板，您这心也太狠了！一万大洋，您让子龙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呀？马小红，你插什么话呀？啊，穆少爷，我真的没有要高价，啊，他今年21岁，已经红透了烟台半边天。嗯，每天晚上唱戏最少能挣几十。嗯，他现在最少能唱30年吧。嗯，30年挣多少？啊，再说了，我从小把他养到大，我又花了多少？算了算了，这个身不熟了，子龙，你还是走吧，去跟那个新小姐成亲。我呢，就留在这儿给她唱到死。1万。把我往死里逼啊！1万，1万。少爷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1万。没钱呢，我就赎不了出云。赎不了出云。子龙，你别站在上面，这儿危险，你快下来。没钱，我也不想活了。穆少爷，你怎么在我这里寻死寻活的呀？
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哎呀！夫人。啊。我穆子龙没用，对不起了。子龙，子龙，你快下来！子龙，子龙！不摔！不摔！你下来！这是干什么？你下来！都别闹！要死！要死也是我先死。吴少爷，你下来呀！你在干什么呀？吴少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说好商量，你下来，吴少爷。吴少爷，你下来！你，王总，你干什么你？少爷，不就是一死吗？少爷，你要玩这个？少爷，你干嘛呢？嫩了点儿。子龙，我不过是个戏子，以为我这么做不值。姓吕的，这辈子还想让我尝试为你挣钱，门儿都没有！我现在就吊死给你看！那我降一降，降多少？8000，我哥一个月才给我10块钱，8000，我得凑到什么时候去让我死吧你？而且你哥有钱呀！行。那你就扛着我身体，帮我哥要钱去吧。子龙，临死前，我还有一句话要说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辈子我们俩无缘做夫妻，但求下辈子，我们一定要再相遇。我先死一步。哎，包总。7000，7000跟8000有什么区别呀？走开！那不中间有5000吗？5000，这5000。哦，等，不能再等了，子龙，再等他就要变卦了。姓吕的，我再最后问你一遍，你今晚是要两具尸体，还是要这5000大洋？5000神将。快下来！跪下！人物厉害！我穆子红的弟弟都被你们逼着上吊，不简单呐！啊！我怎么惩罚你们呢？如果一枪把你们给毙了，别人以为我欺负你们。今天算你们走运，赶上我穆家大喜的日子，杀了你们不吉利。我警告你们，别再招惹我弟弟。如果谁再招惹他，掉在地上的就不是盘子了，是脑袋。
这煮熟的鸭子又废了。我说吕老板，您这心也太贪了。这穆公子平日里也是个大方的主，他不像一个月只有10块零花钱的人。您要跟他少要点，要个1000，没准这钱都到手了。还怪我？是谁演戏演过了头？你早结束，这笔生意老早就摊成了。怎么着，还反倒怪我头上不成？我不怪你，我怪谁？八岁红，趁这个机会，我把话说清楚，这个戏你也别唱了，戏班子里也不缺跑龙套的。穆将军一插手，这件事儿基本上你成不了了。行，那你呀，找个下家吧。如果找不到，找不到怎么着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哼，我能把你怎么样？江淮书记的老板看上了你，我把你卖到那儿去接客去，那儿不用嗓子。姓吕的，你还是人吗你？江淮书玉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小辉，我穆子红驻扎烟台，保护一方百姓的平安。大家试想一下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那会有很多人在烟台菊路。大家再想想，你说话了怎么办？听见了？是供养一支队伍好呢，还是供养多支队伍好呢？南京政府啊，一分饷银都不给我，而本军长手下有3万多人，吃什么喝什么大家想过没有？哎，我就别。我是八岁红，好久不见，都把妹妹忘了吧？人家都想你了。八岁红呀，八岁红，我那天看到你跟穆子龙在一起。啊，您说穆子龙啊？哎呦，凤林哥，我看您是误会了。是，这个穆子龙呢是追过我，但我心里只有凤林哥你一个人呀。凤林哥，
您好多天都没来听我唱过戏了，今儿呢天还早，要不您过来坐坐。哎，别，八嘴王，以后你少搭理我，你现在是穆子龙的人。那穆子龙倒没啥，可他那哥哪个惹得起呀？对不起啊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以后呀你不要再打过来了。哎哎哎，风铃哥，风铃哥，你听我说，风。老板，您的洗脚水我放这儿了，没什么事儿了吧？怎么没事儿？吩咐灶上，明天给我炖碗银耳羹，我得养养嗓子。吕老板说，他说，说什么？他说打明儿起啊，让您到大灶上吃，您的小灶停了。什么？我还没死呢。吕老板是这样说的，您找他去。哦，还有啊，他说打明儿起啊，让我跟着许师傅练嗓，不让我伺候您了。老板，这儿就咱俩，别装了。你瞎啊你！看不出老娘是真的病了，滚出去！哎。现在就想卸磨杀驴。你们光抓我没用，抓穆子龙！穆子龙，穆子龙，你小心点！